正会的团队啊，一样是桃园啊，还没，中路北极店啊，一样中路北极店，杨正会在后面啊，啊，张小丹的得出，非常的用心啊，桃园永安社啊，桃园永安社，我们可以看得到永安社呢，在台湾庙会文化意识的传承啊，现在都是由年轻一辈的来担纲演出啊。好，我们永安社呢啊，传承着我们诗意的文化。我们看得到台湾庙会文化传承的力量。好，很出奇，接着就掐金嘛。架势十足。人老师傅在讲哦，出台拍打三地方，搁知影清醒哦。咱这车金真正无简单。谢谢我们的师镇永安社，桃园永安社，感恩谢谢您。哦，都是很年轻的团队哦。要不是下雨哈，现场应该这个酒瓶就给它摆下去了哈。哎，啊，现在下雨啊，哦，欢喜的喝，欢喜的喝。阿伯现在乖乖很表演醉诗呢哦，脆搭脆搭脆搭，阿伯去了啊，给你刮出来啊，嘿啊，菜瓜那个菜落去。脆搭给你。嘿，给你，咱庙庙方人员有没有准备？啤酒，给我们的狮子解渴一下。你看过狮子有喝酒吗？哦，你看鞋子都脱了呢，我们的狮子有穿鞋子的呢。感谢对咱啊，同中路北极店，以及咱同永安社，咱超过30年的感情啊，今仔日。共同来给咱上镜，感谢着咱德叔今仔日专工专程来担任着咱的总指挥，给咱的镜头对路，咱的路管来领导，也感谢着咱姐姐桃园中路北极店来担任着咱的先锋，也担任着咱的开路，也为咱带来真些姐姐桃园上届优质的团队。来跟咱树林啊，这是咱的福气。今天下雨天，我们就不喝酒了啊！谢谢大家的辛苦啊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团队啊，啊，太多太多。哎，这个狮子鞋子都脱了啊，哇，非常接地气。我们现场看到呢，这个叫台北狮啊，啊，它是会开口的，啊，台语叫做哈巴塞，哦，它的嘴巴呢会一开一合。那这是北部啊，啊，从北投啊，啊，这个北投狮啊，包括在三重最有名的，就是我们三重智力金狮团啦，
他们呢，这些老师们为了台北市的文化传承啊，到现在可以说不遗余力。那有台北师就会有南部师啊，南部师呢是没有办法开口的哦，他就属于这个青面獠牙，非常威猛啊，镇守守护整桃啊，这个叫南部师啊，所以有别于北部师的表演特色以及风格。哦，你看到我们这些同学啊，都很认真的。今天会有狮咬狮吗？哦，我们对于狮子的想象呢，完全就展现在这个狮艺文化的表演当中。我们对于神兽啊这样的一个身形法度的想象啊，就在现场的展演啊，各位可以透过自己的联想。这两只狮子当他们碰面之后，就很像你们家的两只猫，有没有在互动？你看我啊，我看你啊，挨着五迪啊，你看我，俺看你，挨着五迪啊，怎么改呀、啊？就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我吻你。感情非常的好啊，来，我们稍微退后一下，我们摄影大哥退后一下哈、哦，把空间，各位，我们现场看到的就是环境剧场哦，今天你不用花门票啊，去什么台北国家戏剧院呐、啊，也不用到士林的戏曲艺术中心啊，今天在我们的福安宫的庙顶哦，就可以看得到来自台湾呐、啊，集结北中南东非常多的艺政团队，还有非常多的很棒的团队来到我们现场。哦，还有包括十二婆姐哦，我们等一下再从南部远道而来的哦，这婆姐啊，都可以来给小朋友来做守护跟加持哦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场由我们桃园永安社呢，在我们德叔的领导之下，可以说呢，七台大卡车啊，精锐装备进出啊，哦，非常的让人家感动。这个超过30年的交情哦，现在我们这两位呢，这两只呢，可爱的狮子。哦，你看我，我看你呀、啊，不晓得在闻哪里呀、啊？哦，你家有养猫的就知道啊，或者是有养狗的就知道了。哎，这个身形法步都在这个想象的当中。
谢。好的，谢谢。